H 你有兴趣自己再点进去。像那个进阶零问题零零这个进阶函数与 VBA， 这个里面有蛮多的一些其他的范例啦，不过这还是比较偏重在函数部分。好，那我是在前一个阶段哦，慢慢把这一本书融入进来，因为它里面有468招，非常厉害，函数里面几乎全部都带进来了。但是这本书的缺点是它没有 VBA 的东西，它只有讲函数怎么使用，可是到此为止了，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它没讲。不过后面就是我可以衍生的嘛，反正我就把它里面可能用内建函数的概念做完了，可是效率还是不够好。我们怎么样再把它加入 VBA 哈？那里面它分成很多啦，所以有兴趣同学自己稍微再看一下，里面它分成九类。那至于相关的范例在这里，哦，那有一些我有提到的，像是比如说如何转全形，比如说像这个范例，这边有个范例题，如何留下那个中文，就是假设你一个储存格里面有中文、有英文、有数字，那可是你只要里面的中文。英文跟数字通通都去掉，哎，那以往你怎么做？可是它没有固定的逻辑哦，它可能在前面，可能在后面，可能在中间。那以往你内建函数没有了，很多同学就问同样的问题，没有，那怎么办？自己变出来哦啊。参考答案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啦，自己打开来，里面都会有哦。这边有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一些。用内建函数有点复杂，但是它只能做到 部分，所以后面我会补充 VBA 部分，那步骤这边有，那怎么做这边有相关的程式提供给各位参考，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有啦，不过部分我有把它加进来，有兴趣同学自己可以在里面找OK。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会按照这个步骤问题01，也许今天先讲表单设计，好，表单设计还有跟资料库有关。那第二阶段也许跟资料库有关，一直往下哈。那还有其他可能，其他的补充，其他补充范例。这个所谓其他的补充范例哈，大部分都是可能同学问的问题。那有包含入门的，有包含进阶的哈。如果像进阶里面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里面也有蛮多的问题。那其中后面我们可能也会讲到的，像如何下载网络资料啦齁，那这难度其实还蛮高啊。刚有提到如何批次转 PDF 档，比如说你有很多个 Excel， 那你怎么按个按钮自动帮你全部转成 PDF 齁，那这里当然也是涉及到后面我们会讲到的工作表转工作簿的相关的概念，其实都是有相关联性的齁。那另外还有像什么104年捐款，这也是同学问的问题，因为他每天都要处理捐款的问题。那1到12月每个月都有资料，可是他需要什么按个按钮自动把1到12月份的捐款自动集中在一个总表里面，因为他将来要产生一个报表，要能够输出看到全部的资料，那怎么办啊？比如你有12个月，那你以往的作业可能就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复制贴上，那可能要做12次。那 VBA 当然可以解决跨工作表的问题，范例在这里。好，还有查询系统，像这边有个成语查询系统，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什么什么查询系统，因为你任何大量资料都有需要查询，查里面的那怎么查这个也是后面我们要讲的重点，如何建立资料如果有兴趣同学自己可以在这边 再找一些练习来做了，因为这个蛮多的。还有之前我有带过有关 Excel 怎么样处理那个大数据的相关范例还蛮多的OK， 提供给各位参考。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那个问题01这边。那也许等一下啦程式在参考的答案在这里，程式码所以如果你等一下找不到答案的话，请你直接在这边。那我这个上面的东西叫云端白板，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白板没办法写太多东西，所以我把它直接搬到云端上面了。那这个东西的话，未来其实在任何地方你回家也可以看得到。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请各位一样下载那个范例档，并且打开问题01的这个范例。好，这个范例里面呢，那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范例档问题01这个。好，那里面的话也许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就是说，
假如我要算什么标准体重，那标准体重的公式上面有了，假设你今天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公式，身高的平方乘上22除以10000，算出它的标准体重。好，那当然我们一样了，在入门班入门课的时候有提到，就是会先从函数开始。那如果从函数开始，那怎么把这个公式在那身高的这个身高的平方，所以你可以什么等于什么，等于这个的平方。那平方特别注意，请你按 shift 加上6，会产生这个符号平方，这就是平方。 OK 哈，shift 加上6有没有？有个向上这个箭头，表示说，平方，那乘上22，再除以10000。OK， 好，公式输入之后，按下打勾。这个时候呢，会出现它的标准体重。不过特别注意，这个是第一阶段，这个是不区分性别的，男跟女。第二阶段的话，请各位再把这个公式加上什么？加上性别，如果是男生的话，标准体重乘上什么？乘上110%，就是乘上1.1。如果是女生的话呢，乘上多少？多5%就对了，1.05。男女性别不同。OK， 标准体重的话，那怎么办？第二个，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逻辑判断，用什么？用 if 来判断。if 性别是男，乘上 1.1， 反之就是 1.05。 第三个呢，出来的结果，我希望，取到小数点，干脆第一位就好了。这个时候呢，我还希望什么？用一个 round 函数，所以外面再 帮我包一个 round 吧，所以基本上分成三个阶段：一、标准体重不区分性别；二、性别；三、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好，那当然，这个是第一阶段，这个是用内建函数做的。接下来 VBA 怎么做？那我们 VBA 大概需要做到就是说，一，按下按钮自动完成，取到小数点，有个清除了，这个应该没问题。这个好像这两个都一样，这个是我看是不是有一个是有区分，反正按下按钮，自动产生了，把它清除。另外呢，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插入一个什么所谓的自定函数，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公式其实用内建函数的公式，还颇麻烦。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当然我分成两个，一个是没有区分性别，一个是有区分性别，所以你会发现，身高这个地方的标准体重函数2，它有一个身高之外还多一个性别。那如果是标准体重函数1的话，只有身高，我们先用身高，假设身高给我自动跳出来，而且已经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了，向下填满。那如果说我要区分那个所谓的那个，性别的话，那有个标准体重函数2，一样给身高，一样给性别，最后回来的结果 OK，那就把它向下填满，答案就出来，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我们会有三种解法：一，利用内建函数；二，用按钮，其实就 sub 了；三，用那个我们的自定函数。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那这个也是我们入门班，前一个阶段反复操作的，主要是了解内建函数怎么做， VBA 怎么做，VBA 基本上就区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 sub， 一种是 function。